知道现在哪里吗？答对了，我们现在在南怡岛，南韩南怡岛的码头。然后我们现在正要搭船过去。快一艘船，快一艘船。有去过的朋友应该对这里非常的熟悉的，对不对？很冷，好像零度，因为大家都是穿大风衣。然后因为现在还在码头上，可以看一下。